你终于来了。说事情经过，钻石要是没了，公司就要赔几千万的保险。但是我真的在我跟律师见面时开钻石。这门只有我能开，还有门。门外特工全天候站岗，密室里面由王二爷守着。看完之后，王总用牛皮袋把钻石装着放在台上，我们就一起离开了。在这样严酷下，接触过钻石的就只有他们三个，钻石竟然不翼而飞。原来如此，那钻石是我的全部身家呀！我就见了一眼，我没偷。别装了，骗子！